下雨天喽！哦，躲在桥下练习。今天玩刺中音，哦，巡工哦，骑摩托车刺中音还是比较不适合，尤其下雨天，考虑买一支高音萨。清楚一点，这一支还不错，这蛮清脆的。我跟宜兰在地老师庄伯修、南洋萨克斯风重奏团庄伯修老师买的哈、哦，这个牌子还蛮清脆的，也不贵，哦，5万块里面而已，然后又很漂亮。叮，好、哦，感谢这个老板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做得很好，给你们看一下牌子哈、哦，有机会也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好、哦，你们自己去 Google 哈、哦，也希望这个老板生意兴隆，哦，因为阿鲁米吹得很快乐，谢谢。